高低脚嘅凳第一集，佢嚟今日带大家嚟话高低脚嘅凳。首先 2D 变 3D 第一样做咩啊 ？Sketch 冇错啦 ，center rectangle 揿翻中间个平面，指住 origin 一拉，揿300、400，尺寸你当然可以改啦，揿两下 enter， 记得系两下吓。extrude 好啦，一揿 extrude 又可以做 extrusion。嗱，等下我哋会用好多 keyboard shortcut， 唔系次次都咁样拉噶啦。拉高佢俾个数200啦，咁跟住我哋仲会做个 taper angle 俾个角度佢，跟住我哋点啊？揿 OK 冇错啦，跟住 fillet 好啦 ，fillet 系乜嘢啊？就唔系娱乐包喎，系圆角喎吓，拣晒咁多条边啦，你见我哋，但系底嗰几条系冇拣噶，注意系冇拣噶吓，底嗰几条系冇拣，跟住入翻个数俾佢，你当然可以拉箭嘴啦，咁跟住揿 OK 佢就会圆碌碌咁样噶啦。好啦，咁跟住我哋咧就揿翻 fillet， 再揿次 fillet 啦，系啦，揿 F 啊，记得 F。好啦，咁啊揿 1mm 或者 10mm 都冇所谓嘅。咁然之后你就准备好做下一步 ，center diameter circle 反转距离做喎，今次。好啦，指住个圆圈，跟住揿实中间一拉，揿几多啊？40。好啦。按一下 Enter， 你看到圆圈在这里 Extrude 是什么意思呢？就按实把它推进去的。好了，给回个数-30，按 OK 这样就可以了。 Fillet 好了，再按多次 Fillet 给它了，按 F 好了，跟着今次 Mirror 做什么呢？就是做对称的镜像反射，望翻留意下方啊吓，咁样 fillet 同埋佢 extrude， 再揀翻右边 feature 蓝色嗰部分嘅吓，两边都留意一下，揀翻个面 xy 面啊，揿 OK 咁就得啦，再揿多一次 mirror， 好啦，揿翻个对称啦，今次再慢慢做一次俾你睇，下边三个蓝色见唔见到？揀咗佢之后，揀 feature 睇唔睇到？再揿多次 mirror。好啦，今次系另一边，有时要长揿个左掣先至揀到，头先你揀唔到，你揿长揿左掣就得噶啦。今次系 Y 2 set plane， 揿翻 OK， 咁就有四个圈圈喺度噶啦。跟住揿 Sketch， 指住个平面啦。嗱，今次呢个有难度噶，指住中间圆圈啊，沉咗落去嗰、那个，跟住再揿 Project， 好啦，唔系 Project 话 Project， 即系投影咁解。咁记得扭一扭个面啦，等间。好啦，你见到有个圈，揿佢一下啦。搞掂咗之后揿 OK， 啱啦。好，跟住要点做 ？Extrusion， 好啦，指住嗰两个面一拉就系噶啦吓。好，今次俾个数佢200啦，或者220，其实几多都唔重要噶吓。记得 new body， 好啦，系揀 new body 噶。好啦，跟住因为要分体啊嘛，咁我哋揿翻 OK 咁就得噶啦。跟住指住 Sketch， 好啦，又其实等于投影一张格仔纸上去嘅啫。咁我哋而家继续画啦，咁又做翻 Project。咁你记得个 shortcut 其实系揿 P 掣啊吓。好啦，指翻个圈圈，跟住揿 OK 咁就得噶啦。再拉 Extrusion， 系 Extrude 先啱嘅，系啊，冇。冇啊，个名字太似啊！我哋拉拉，跟住变翻长佢，跟住揿 O 乜嘢啊？记唔记得啊？冇错啦 ，new body 好啦，揀翻 new body 之后揿 OK 咁就得噶啦。好 ，extrude 系几有用噶吓、啊，见到成个大部分都 extrude， 揀翻 fillet 系啦 ，fillet extrude 啊嘛，成嚿都系吓、啊。跟住我哋俾翻个尺寸佢啦，5mm 啦，揿 OK 咁就得噶啦。咁你见到基本上画完啦，而今日最紧要嘅咧系下一步啊吓，头先。较好嘅 render 就喺呢个时候有用啦，咁你建造一张好真嘅相啦，咁我哋之后咧就揿翻呢个波波，其实 material 嚟噶吓，咁我哋揀翻啲材料之前咧要做个 save， 因为好紧要嘅，画得咁辛苦，咁我哋叫 stu 啦，咁啊02之前画咗好多个噶啦，好啦，咁啊揿 OK 之后咧，我哋再揿翻波波，好啦 appearance 啊，其实就系 material 啊。咁你跟住开翻嗰个系乜嘢啊 ？metal 啊，乜嘢都得。我哋今次拣 leather，
即係皮革啦。咁你撳實個皮革紅色指落去，撳入去，咁佢就變翻皮革色，見咗啲紋噶嚇。咁我哋今次咧用一個新嘅物料叫做 wood solid， 咁佢係真係會 3D 咁鋪翻啲紋俾你噶。咁你可以揀翻適當嘅紋，例如咧下邊呢一扎，咁有啲要下載，你撳下邊個箭嘴咁就得噶啦，撳實佢。一拉拖过去，再拉，再拉，搞定啦。好，你搞定之后咧，记得咧揿先 setting。好啊，先 setting 系乜嘢呢？其实就系校灯光。你见到有盏灯喺度咁嘅意思嘅。而家我哋转颜色啊，灰色嗰个系一粒掣嚟噶，可以转个底。而家白色底你见到其实就已 OK 咁样啦吓。好少設計師是會用灰色底的，很特殊的情況，記得是有高低腳的，這個有什麼用呢？看下一條片就知道了。好了，你看到現在高低腳之後，我們就要做一個 rendering， render， 好了， rendering 即是做一個相片的擬真效果，我們叫 photorealistic rendering， 即是相片那麼真的东西啦。咁你见到而家我校翻个尺寸就系16:9，16:00×900噶。咁直接咁 render， 哇犀利啦！等佢一阵间就会有嘢睇啦。咁你冇咁快嘅，个电脑快啲就快啲啦。好啦，咁啊开出嚟之后咁 close， 咁或者咁下载，咁就搞掂噶啦。咁加油啦，咁多位。